是什么人的什么人，某某人住在那个某某城，某某城，嘿，那个的城住着那么很多人，很多人，很多人，总是喜欢很那个的问，很那个的某。某某人住在那个某某城，某某城，很那个的城住在那么很多人，很多人，很多人，总是喜欢很那个的问，很那个的某某人，他是不是什么人的什么人？那个某某城和那个的城镇住着很多人，很多人的总是喜欢很那个的问，某某人是不是什么人的什么人，某某人太像的任何任何人，有很多的麻烦，有很那个的责任，来不及去想，也不习惯去问，做一个没人特别特别注意的某某人，某某人颠倒的快乐和愚蠢，别人随便的欺负他也不会太认真，做梦的聪明慢慢学会什么叫做安分，该不懂的时候不会很那个的问，某某人也像所有人，不仅是某某人，晚上的其他人发了工资还要赶上某某某某人，做一个人人特别羡慕的某某人。